本节目由一汽丰田 RAV4 荣放独家冠名播出。在经历了高反、伤痛和各种阻碍之后，我们在香格里拉的旅程终于告一段落。每一段旅程就和人生一样，留下了汗水、泪水，才能见到最美的风景。但是我们接下来的旅程就变得有点不一样喽，因为我们要前往的第一站就是有着风花雪月之称的大理。我们将要从这里开启秘境指南的最后一段旅程，茶马古道。两位，这里是哪里？传说中被风花雪月包围的大理古城。哇，风花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包围着大理古城。小齐啊，我好像记得你跟我说要带我们来一个安静的可以放飞自我心灵的地方。是啊，能安静的让你感受到你的心跳。那么大哥，请你看一下周围的景色，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了。因为大理古城太有名了，很多人都来想来这里一个美丽的邂逅，浪漫的浪漫的艳遇。你看哪里有艳遇？这可以说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人山人海。哎、好了好了，现场朋友们不要再推挤，要签名，待会，谢谢啊。我们要用另外一种心情来感受一下大理古城，因为现在观光太受欢迎了。反正总而言之，这个我们先看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得想办法躲开这个人潮，找一个我们好吃好喝的地方来感受一下大理。 OK， 走吧，那咱们走吧。大理我们来了。这种呢，孝顺的孔哥要买给他妈妈。这些彩色的就是家人一看就只能自己走。板蓝根了，它这是一块大的布在铺。既不愿逗留，何须强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悄悄地走，将门带上，不带走一片云彩。你看，好不好？买一个吧。任贤齐不仅不往人少的地方走，居然还往古城里面钻，到处都是人。最可气的是，他看到酒吧里面有人唱歌，一时兴起，居然还往酒吧里钻，结果里面全都是他的粉丝，把我们团团围住。哎呀，那个晚上我特别受刺激。其实我也是个演员，但是无奈的是认出他的人比较多。啊，虽然我们是天生是配角命啊，但是也不能这样嘛，对不对？好歹给我们当一次主角，是不是？蜂拥而至，他们也不给我点面子，当时就给我推到一边去了，我差点没被踩死。全世界在下雪，就算候鸟已南飞，还有我在这里痴痴地等你归。还有我在这里痴痴地等你归。齐哥，不是我说你，怎么了？对不对？我们来这里，你带我们去古城，虽然是一番好意，但我觉得你真的是自私自利。为什么？对不对？你看看那个场面。哦，弹个歌，唱个歌，所有人都爱任贤齐，然后我们两个在旁边把他哎维持秩序啊，不要急。我上台的时候啊，有一个女的为了去看你啊，差点没把我扒一跟头。你要想想看，我们情何以堪呢？我们也是电影明星哎，我也是演员，电影明星帮他维持秩序，不是？因为我实话跟你说，任贤齐，我们俩忍你很久了。对，怎么办？这样子嘛，说带我们来玩，结果是造福自己，不是？你们俩比较庸俗，我就先去那边看一看。不，我这个人呢，气质高尚，媲美古人。其实我们来点清幽的地方，你说对不对？没有人，我跟你讲，安静的三兄弟待一会儿，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接下来要带你们去的就是完全远离尘嚣，哪里？与世隔绝，哪里？小普陀，上船，坐。为了准备手套给你们，为什么你知道吗？哦，我们要自己动手拉，孔哥拉这个。我们来猜拳，输的帮大爷拉。来这边，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啊！哇！耶！请，大爷，待会儿他会过来，我来了，好不好？好。孔哥，你在这边？没有啊，我要守着。万一他偷懒的话，这一棒子就垂下去了。嘿呦嘿呦，不要偷懒啦！不要看电视，你不要喝咖啡，
哎，小齐加油！哎，哥们，叫这也不要吵了。嘿呦嘿呦嘿呦，小齐看着你干活，我心里有一种由衷的爽。为什么？就开心，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一路上把我跟孔哥害得好惨，敢讲这种没良心的话，我真的，我们到了大理以后，我们自尊心都受到了伤害啊。对，我们以为我们是这个电影明星的，是。结果以前孔哥，我跟你说，没有你的话，我在大理城里边也会有人认出我来，也会有人跟我拍照。不是，我自从跟你走在一起，就没人搭理我了。对，云南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好山好水，所以很多人都会来这里寻找一种宁静。但是因为来的人太多了，这个岛上你敢保证没有人吗？人少一点，因为还是有人来这儿上个香啊，许个愿的。我们也帮个忙好了。好了，我们都这边都不干事，大家都是兄弟嘛，哎、是吧？行了，来，太小，太小，太小。注意方向，要往那边摆一点。有我，有我。大爷很淡定，看到没有？尽在掌握之中。好，来，往前拉一点，拉一点。来来来，孔哥，再往这边。孔哥，靠，可以了。来，小心手，孔哥。哎呀，哎呀，站站站。好嘞，请上船。来，哎呀，是什么？没有人了。行，谢了大爷。哇塞，哎呀腰啊！啊，小普陀，感觉与世隔绝哦。虽然说距离不是这么远，但是它，哎，独立在一个小岛上，然后信徒们盖了一个庙，在这里能够祈求平安什么的。这块是真宁静啊，我心灵可以放飞出来了。此时此刻，我有点那种大理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最适合我，因为我生性讷色寡言笑，需要承担功利大业的人必须来这里沉淀一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哦？我们一直在寻找心中的宁静，但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到了这个岛，只剩下咱们三兄弟，什么人都没有，哦，那完了啊！不好意思，你会怎么先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小队也先走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要是在这里待个一两天，嗯，吃好喝好，嗯，三兄弟还是可以的，好美。既然来了，咱们要不上去拜个拜？哎，好啊，祈求一下大家平安。走。这很多人来这里啊，上个香拜个拜的，很感动。哎。四个亿，好，怎么要学习他的开心啊？嗯，好，回去要不要再来一下？来，猜猜猜，再猜猜，回去回去还是个力气活啊！来，我操，来，我们有点刮到啊，剪刀石头，yes 啊，你们两个是不是是不是做好了局了？在洱海的小普陀。我终于感受到了大理的美。秘境指南这一路上全是翻山越岭的行程，根本就没有感受过一天的安宁。终于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小齐终于同意带我们去一个朋友开的酒店，据说那是洱海旁风景最好的酒店。今天这两个家伙的心机实在太重了，一到了大理两个人的装备服装完全都进化了，不是说好我们就是户外探险冲锋衣吗？一个穿皮衣，一个穿得下啊，一旦他冲失，我没准备啊！你们两个实在是啊，我想你们来大理的唯一目的就是美丽的邂逅，浪漫的艳遇啊！我觉得小齐，你真的你不靠衣服。对吧？我靠肉体吧，我们俩对啊，我跟孔哥，我们怎么也得稍微捯饬一下，来 match 大理的这个风格。本来想化个大浓妆了，就怕天气太热融化，你懂意思吧？对不对？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哎，真的，我说句真心话，小齐，自打咱们从山上下来以后，我就像一个乌龟回到了大海，在陆地上走得太慢了。一到海里边就自如，哎呦，是形容，然后忽然间发现自己是个淡水龟，淹死了，咸死了，咸死了。我们到了洱海，到了洱海，我们找到了一家，就是可以说是在这整个新疆到现在唯一一个符合我标准的酒店。哎呀，给我开心死了。然后那个酒店的那个 owner 呢，他呢也是小齐的朋友，我们觉得终于哈。历经艰险，我们可以过点好日子了。哎呦，这咖啡啊，真是香醇。
对不对？佳宇，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啊要给我们七哥好好按个赞。这个秘境指南本来就应该好好享受的，哪有什么秘境指南到沙漠里面吃沙子，在草原上踩牛粪的，就应该这样子。你看后面一看像不像地中海？是不是马尔蒂夫、外婆的澎湖湾、蓝洞，尽情的享受阳光，对不对？就是应该这样子，吃什么沙子踩什么牛粪。齐哥，你表现得不错，给你按一个赞。哎，拜托你们俩要嫌弃什么呢？小齐，我说句真心话啊。我跟随你这么多天，这是第一天我感觉着生活又回到了我身边。哎，我们是秘境指南三人组，咖啡香，我们怎么可以在一般游客游览的地方停下来呢？我们一定要深入去探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才能看到真正最美的风景。茶马古道，喝完咖啡之后咱们就上路了。来，这个休息上什么路？不要不要不要上路了。干嘛了？我刚刚的开始寻找出来我的生活，这才是我的生活。蓝天白云，我告诉你啊，后面是海，前面是山，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这里待着，谁也不可能叫我离开这个酒店。我跟着你受老了罪了，我现在要休息，要享受。哎，其实佳宇哥讲的也对，我这个腿瘸了也不好走，对不对？咱们就不要再探秘境了嘛。好了，不要再抱怨，不要再抱怨，我们今天就留在这儿。然后呢，我弄艘船，咱们去游洱海怎么样？你也不用再走路了，可以吗？哎，好吧，可以，这可以，这可以的。你们两个家伙真的是有抱怨就有收获，有底的孩子有有福。洱海，洱海，我们心情就嗨起来。哇塞，你看那个蓝蓝的海。那感觉非常的棒，还有那个阳光照在我们的脸上，关键是游艇。哎呦，白色的大游艇就开过来了。哎、我的船你准备好了没有？游艇，游艇。好，我们快到了哦。OK， 好的，船已经就位了。看到心花怒放，洱海，洱海，你终于做了一件好事。起来，我来那个游艇这样一样开过来。上面一定有喝不完的美酒，那我们先开一瓶香槟，对不对？肯定的，冰好了的香槟。哇塞，香槟一定要冰。哎，冰香槟，我们要不要冲一下？耶！哎，晚上吃什么不知道哦。没关系，我们不知道会抓什么鱼。没事的，你抓什么鱼都没关系。我就做什么，孔哥可以把它做成美味，这一点我是相信。气氛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对的。我们秘境指南走了这么长时间，第一次让我感觉到。开始真正的找到秘境了，对，而且现在心情有点点期待啊！我心情现在相当的好。哇，的天哪！游艇，我们来了，游艇，游艇，游！哎，急什么呀？游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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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洱海特色游艇鱼鹰号，鱼鹰号游艇是这个？是啊，不会吧？不，七哥你，你太过分了吧！丢海里，丢海里！真的，我跟你讲。来到大理秘境探索，怎么能够坐一般商用民用的船呢？一定要有当地我们的百姓们的特色，利用鱼鹰来抓鱼是我们大理非常有特色的一种文化。我们今天的晚餐就靠这些鹰了。香槟呢？现在你看哦，这种呢已经越来越少人训练的鱼鹰去抓鱼了，这个是能看到，是你们的福气。别说了，晚餐就靠你们上船。不要，怎么能这么对我？见你太阳就要落山了啊，追山湖边静悄。哎，怎么样？还要再抱怨我吗？我原谅你一次，这个还是很可爱的啊。这是我们大理特色，他会咬我吗？啊！在那咬我，在那咬我，在那咬我！晚上就靠你了，多抓点鱼，咱们就得有啊！你一只，我一只，你一只，我一只啊！这样抓哈，走，呜，走！这边还有一只，我们来抓着，哎，走！哎呀，来，一二三，哎呦，海拜了，抓鱼了，回来了。呵呵呵呵呵，呼呼呼，把鱼带回来。哎呦，你看，
他们真的抓一只大鱼，三只都抢这个，三只抓一个，三只他们俩抢，哇，很大一条鱼，对 ，yes， 哎呀，真厉害哦，哇，太棒了，这还有一只，把那鱼抓起来，加油，小心。哇哈！再抓起来，松手，松手！你要抓他那个翅膀那边，抓他翅膀！哇哦！哇哦！太棒了！你真棒你！英哥，这人跟大自然的生物一起共同。来，孔哥。孔哥小心，孔哥小心！哎呦，他已经咬不动了，咱先抓着。OK， 抓住！Yes， 孔哥，哦，我们有两条鱼了，今天晚上咱们双鱼大餐，耶！嘉颖，等一下我们来喂鱼鹰好了，他们辛苦工作，对不对？哎，呼！容易吗？哎，真是不容易啊！今天这个洱海之旅怎么样？还要坐游艇吗？另外的享受了，对啊、哦，应该说，我还是很激动的，人生第一次看到鱼鹰，亲自带着鱼鹰，然后在海上就抓鱼去。然后抓完鱼之后呢，还可以亲自烹饪抓到的那两条鱼，对不对？那我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一到了酒店，孔哥就开始进厨房为我们准备晚餐。作为美食家的孔哥，今天要为我们端上一顿什么样的鲜鱼大餐呢？整个制作团队干到现在已经将近九点了，确实容易吗？容易吗？现在我们周围摄影机旁边周围都有一群人喊饿，但只有我跟小齐现在坚强的不吃，因为不干完工作怎么着就不能吃。孔哥，耶！哎呦，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呢、做的这道红烧料理鱼，它的名字取得也不错，叫做三兄弟蒜香棒棒鱼，可以吧？他怎么这个起名奇怪的名字？东西难吃啊！你的名字一定要响亮。我们开始，技术不好，装备一定要齐全。我们先把这个蒜呢、先把它爆香爆香啊。把它稍微爆成金黄色，看到没有？那只鱼是我们亲自捕的，我们花了一下午的时间，然后呢，做了一只精致的料理。他自己撅着屁股在那儿干了半天啊，厨房又小，我就看他那汗呢，就在那个鬓角那儿有汗。然后这边的炉子不行，他在端着跑到那边那炉子去，包括抛鱼、洗鱼、切鱼啊。都是他自己干。孔哥，杨来了。哎呦，我跟你讲，集毕生之精力才完成这道菜。哇，请享用、哎。我告诉你，这道菜的名字非常的响亮，叫做三兄弟齐力断金之蒜香棒棒鱼，可以吧？啊，好不好？昨天孔哥做了一条鱼，特别好吃，简直好吃到爆。为兄弟做事的时候。真的是很用心，这火稍微小了一点，哎呀，这个鱼汤真是鲜美。那个鱼的名称叫做三兄弟，团结在一起，齐力断金，还有飘飘鱼汤。但我觉得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然后做美食给自己的兄弟喝，就最好了。茶马古道的第一天，充满了惊喜，也让嘉怡和九孔难得的享受了一次梦想中的假期。但是根据秘境指南一贯的行程安排，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嘿嘿，嘉怡九孔别着急，后面会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你们呢。